到了有没有在闪？有没有在录？在闪。因为我们的声音都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刚用 GoPro 偷看，所以它其实是在开机状态。对啊。所以现在是一路走。先走，先走过桥，上去一点点再穿吧。还好。那你要调一下吗？我下面又忘了拉，每次都想说洗完手再拉，然后一出来就啊，是啊，在外面坐着比较危险，好吗？肌肉练起来了，要蹲多久就蹲多久，是吗？我想我就滑脚端。你说为了坐这个小缆车吗？
什么？好像没有连续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要把我播放什么？Thank you.
又觉得冷了。比较冷啊。啊？比较冷啊。你要拍吗？没有吧、啊、没有要拍的吧？没有啊。好，那就去下个缆车吧。等一下走路。啊？哦，好啊。要吗？好啊。对啊，又刚没有拍啊。好啊。好啊。
对啊，护吧。你要拍人吗？啊？要拍人吗？废话，你先帮我拍啊。哦。我要特别那个直的很直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可以帮我拍吗？来走一下。那你要不要先拍？你要拍吗？嗯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来，先拍。可以啊。给你啊，忍耐一下。快点，我赶快去。好了，这个也有拍到，有框框也有拍到，有。太大了，框框，这个太大了。然后我待会再换什么事？好了。看不到出来是什么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右手的手指看不大到，左手 OK。好，你看看，啊，怎么我没有看镜头？没关系啊，你大家就会跟着你的视线去看十颗粉雪。然后我把夜七号挡掉了。没关系啊，十颗粉雪。
休息啊，休息啊。两只手也很轻松啊。今天人更少，我想其他雪场应该也差不多。这个是 gate 是不是？不知道呢。居士哎 ，gate。这里是能滑去哪？雪票一天至少5500以上，好，那六天就30000了。对啊，我那时候订的时候就真的觉得超。机票多少钱？机票15000吗？三成，没来得及忘了。你说日币还是台币？单程至少要15000吧。就是30000，单程住宿才40000，很便宜耶。就打的对折啊，那就是这样子放的代价。对啊，手套因为一直接触到外侧啊，对啊，手指动一动，把它弄松，里面的棉花松一点。跳多跳花花的啊！啊，不行，
对啊。对啊，一路朝右走啊。对啊，
耶、yeah! 差一点。这里就没有什么风啦。对啊，你大概停在我也停在那里的位置，我也是要爬上来，不过已经不错了。
觉风蛮强的，树都在摇。不然的话就会变成，其实现在过不去啊，就会变成从西管山过去啊。那你就要从这边最上面切到那个小森林雪场。对啊，通常用四小屋去的方法最方便。四小屋有拍吗？有吧。
到了也差不多两点半了。吃了，是啊，刚好去吃完回来，今天就去吃完。啊，随便你啊，反正我就坐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坐哪里？坐在吃苹果派。你要买，你去啊。啊，你去啊，你去。你为什么要多买一个？因为以后就可以交替用啊。一个够了啦。哦。你还要交替？师傅，还好有脖围，还是你觉得有没有没有差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的脖围围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感觉像是李记？没关系啊。我看借我照一下，我的应该有在这上面，我的照到口罩一些吗？是啊。对啊，这样才能完全防止冷空气。我手已经好了。对啊。冻死。因为你抓紧东西就会有这种效果。真的、哦。抓紧的话，因为它会保暖，是中间松松的啊，棉啊，有一点空。你抓紧的话，你就跟人家接触啊，那传导热，你的热就被吸走了。我都快，几乎没人。那是小雾。刚远远在看，就看到上面有个黑点。一个。不动就不动，不动就不动，我想说什么东西。结果到最后还是会到。对，但是白白的就一块，好像上很久，我也一直看它。犹豫啊，如果很高的地方的话，它一定是在犹豫啊。犹豫什么啊？哎呦，我们已经忘记了吗？对啊，我当年的我们一定犹豫啊，不想到。我觉得我一定要让我姐知道说，直的往下，不会动太多。应该说，你现在之所以有办法弯得比较平行，也是身体久了啊，一直侧煞、啊，对啊。不是，是知道要拿顶部正着往下，不会滑行太多，不要紧张。之前我们不是去那个。他要数到三是吗？背推哦。对啊。我们练了很久啊。嗯。要这个时候，这个太小。变 K 真的很小，它表面上写到很多，那实际上它这里就可以算三条，中间线隔开来，他就会说这是两条。我说我们在练习的那个地方太小，一冲下就到。嗯。要这么大的面，然后知道说往下也不会怎么样，就回山啊。但是我以前怕就是怕在侧面向下就怎么转，所以我那时候不是讲吗？因为交顶，然后我就摔倒。那个时候我不就这样讲吗？就说哦，在新野滑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到了 Bank 就觉得我、哦、靠，其实什么都没练好。一遍窄就知道那个、啊、不行啊。现在还是没练好，昨天那块冰我也是滑到不行啊。哪块冰啊？那个你说冰地板。哎呀，都没有东西擦。没有，那真的有东西，不是没东西，是那比冰面好很多。其实我们也可以帮忙整地，用皮带的撕下来，哎，整好了。谁说我们没办法帮忙整地的？我每次都觉得滑馒头区，我都是馒头龟壳，撞过去，碾过去，称号获得。就是没有在管馒头是什么，就是只要碾过去就对。那也不错啊。人家好不容易挖好。哦，我觉得好气哦！我觉得好像被那个铁碰到。为什么？是
这次氛围离偷懒没有开右边那一条一样，右边那个缆车站啊高一点点，然后从那个高一点点啊，你可以顺势有一堆动力去四小屋的那条路。嗯，那只开左边这条，觉得人多的时候，人多的时候他全力开就是 N 条缆车。要推推了，营业中啊，营业中啊。冲啊冲啊冲冲冲！也可以用推的、啊、
我要从西馆山回来，只能从西馆山回来。总是这一次的风，看来是东莞山受到影响，其他的人都 OK， 超峨山两个也都好好的、啊，风向的问题，你看现在云都往那边。我们回去绝对安全的、啊，因为那个。三只神的那一个很低啊，旁边也有树木保护，我们这也是有树木保护，然后回去以后西馆到中间的西馆那条也有树木保护、嗯、啊广东啊没关系，我们回去用不到，是哦，对啊，只是刚本来会上，今天本来有要上去吗？上去什么？东莞山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特别说要有，没有从西馆山回来啊。晚上不就是高铁在那里？嘿啊嘿啊！一样的路回家。嘿啊嘿啊！我们去帮忙整地。那我就给他大巴下去就对了。那我现在大巴还行不行？那烧下去，那大腿要粉掉。我今天坐在缆车上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在干嘛？嗯。两只啊。嗯。你在撸一样。哦。应该不错啊，应该不错。舒服，你撸撸看。嗯，很舒服，超舒服的。我是在对啊，风都往这边。可能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才雪会变大、啊。原来预报是说六点。什么六点？哪有？下大雪。自己就说周五开始下雪啦、啊。但现在有啊，超小的。对啊，像毛毛雨变成雪这种。难贴。因为前两天照相的时候，手动降的时候觉得有冷，不然我也觉得这里有。那都差别只有风。这样不是风大吗？对啊，风很大，风超大好吗？风吹到你脸都会麻痹啊。差别在风，而且二四股它本身这样子是个斗笠型。几乎，如果风向对正对着它的话，几乎没有东西会保护它。这难讲，二四股算是背风面嘛？如果风从日本海那边过来的话，这很难讲。看风向。清楚的时候说到可大概
这里算你后面吗？看东莞山顶，没有缆车的小屋。我怎么觉得东莞山顶一直有东西进去啊？就是缆车绳子有拉东西进去。没了，拉完了。刚我看到四颗进去了。缆车站在那啊，山上啊。那个就是啊，就一路去苹果派啊。为什么我跟着你啊？看我在前进吗？这里有啊，街上就有了。这里我有动力。好了，我要开始了。那就速度一样啊。应该可以了吧。
块多。Go go！ 好，好，跟你。
为什么？我自己这个下来这种边边跑道，然后踩摔，快要跑前辈。你刚刚有？好可怕哦！我没有看到。我前辈。冲去餐厅啊！直冲靠左，前面有个左转，接着冲下去以后靠左。你的冲力那么远哦，你冲那么，你那么远就停下来了，你速度那么小，就说要用冲的，冲啊，冲上来呀，很想丢在旁边的，对啊，哎呀，休息啊，休息。还饿吗？不饿。
就是要给他吃一下。嗯、不喝饮料了。哦，也是。啊，不喝饮料。对啊，喝自己的水。靠，你今天忘记吃那个券，你记得齁？我用啊。怎么知道？我结账的时候就用掉了。结账我就可以用、啊。可以啊，那家可以用啊。哦、是啊，你本来就知道、啊。我本来就知道啊。啊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他忘了翻，里面灯还点着。真的啊，而且这里有那么多架子，架了好几副雪板，冲进去给他点。还没点吧？是还没有啊。灯亮着不是吗？没有啊，他说开到三点啊。没开，有开。出我了耶！哎呀，是啊。乖乖吗？哎呀，好、啊。